最近不断有外地偶像来港举行粉丝见面会，呢晚就有泰国人气 BL 剧男主角 Off 同跟过千粉丝大同智济应援线同手幅入场，真系相当热闹啊！Off 同根对上一次嚟香港已经是2019年，所以他们都很希望四围行下，游览香港景色，但要出去玩梗是要识翻两句广东话旁身啦，睇下 Off 同根学咗啲咩，搞到台下一班粉丝尖叫连连。大家好，龙发鸡，摸摸花，这里哪里？收货啦，咁就收货啦，够唔够啊？要哄粉丝开心，又点止只系讲挂住大家咁简单啦、啊！主持人教埋 Off 同跟一啲土味情话，将现场气氛推到最高点添啊！呢度有几多个膊头？两个。呢度有几多个膊头？三个。咁依家咧？依家。OK。我哋玩暴力你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、啊，都系唔好，我一定俾你揾到。点解啊？因为最迟一个人系从住，系从住。